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须弥顶上记赞品》第十四。经文第八段，看起，真实慧菩萨，记诵啊，我们还是从第七首啊看起，佛法不可住，了此名觉法，诸佛如是修啊。一法不可得。这首偈前面我们讨论的很多，今天我想想呢，还是从这儿看起啊。为什么呢？它的意思太深太广。我们囫囵吞枣的这样念过去，不得受用。什么人才得受用呢？那真是如偈中所说的，要觉法，他才得受用。如果不觉呢，那就谈不上受用。这首偈，清凉大师注解不多，但是讲得很重要。这首偈是正弦如之相离，名不可觉，觉悟一照。故名了此。你看，不可觉，又有了此。要不可得了，方是真修。这很难懂啊！首先，我们要知道什么叫佛法。法是一切法，宇宙之间一切法，是小，今天科学家所讲的量子力学，讲大呢，也是科学家所说的太空物理。时间空间里面所包罗的万事万物就叫做法。在这个佛法教学里面呢，用这么一个代名词就全都包括了，一样都不漏了。那么法上加一个佛，佛这个意思是觉悟的意思，也就是说你对一切法完全觉了。就是觉悟，了是明了，通达明了。那这个人呢，这个人就称他做佛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佛是什么意思？通达宇宙一切万法的人。虽通达
还没有达到究竟圆满，这人称菩萨。啊，所以菩萨是佛的学生。啊，菩萨修学毕业了，就是圆满了，啊，就叫成佛。啊，所以佛在大经里面常常提醒我们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啊，这个话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所以佛法呢是平等法，不但是佛所说的一切经啊，教导我们许多修学的方法是平等的啊，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啊，在人跟事上呢也是平等的啊，设法界一真庄严啊，真我们讲人事啊，一呢我们讲环境万法，没有一样不平等啊，这个很难懂。如果是平等，为什么我们世间富贵人跟贫穷人差距那么大？哪来的平等？天上跟人间更不平等。啊，我们学佛学了这么多年，真修真学，我们能懂得佛所说的真实意啊，真实意是平等的，法性平等，现象在法相，法相是从法性变现出来的，体平等，现象跟作用哪有不平等的道理？啊，所以确确实实是平等法。啊，可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呢，确实是不平等。啊，这个原因是什么呢？你说我们迷了，我们把一切法看错了，想错了，于是我们的言行也做错了啊，所以种种不平等是我们自己造作出来的啊，这中国古老的谚语所谓的自作自受啊，啊，本来是平等的啊，这个道理深啊，理太深，事呢是非常复杂。虽然复杂，虽然深，可以说它有条不紊啊，一点都不乱。啊，像一棵大树一样，你看从树根啊长着这个主干啊，我们称为本啊，本再有再生这个干啊，干又生枝啊，枝又生条，条又生叶啊，这棵大树啊非常繁茂啊，任何一个叶你都能找到根本，一点都不乱。
啊，从这个小啊，可以愈大。啊，整个宇宙啊，这个发展，啊，就跟一棵大树一样，条理分明啊。啊，问题啊，是你要了此，啊，你要明了，你要觉悟。啊，可是这个了跟觉都很困难。难在什么地方呢？难在我们自己有障，这是障碍。啊，它本来不难。啊，可是有了障碍呀，把事实真相啊隐蔽了。啊，变成莫测高深，变成非常复杂，啊，我们找不到头绪，啊，探不到底蕴，变成这个现象，啊，这个现象我们想啊，许许多多同学不是一时了。啊，生命是很短促的，啊，学习难有止境啊。我们许多同学，实际上个个自己都很清楚，啊，学佛不是从这一生才开始。过去生生世世啊，啊，像佛在经上所说，无量劫来，无量劫来都没有觉，都没有了，这才知道啊，觉跟了是真难啊！啊，难在哪里呢？难在我们不肯放下，啊。不肯放下障碍，这就难了。啊，佛在经上常常给我们说，啊，二障，烦恼障，所智障，叫二障。啊，那叫三障，三障有惑障，说是迷惑。啊，业障，业障是造作；报障，报障是果报。啊，特别是六道轮回呀、啊。啊，我们今天在六道轮回里面，啊，讲惑障呢，我们要不迷惑，哪来的六道呢？啊，确确实实没有六道啊！啊，迷惑造成的，啊，这个就是三毒烦恼，贪嗔痴，啊，这个惑就是愚痴，就是对于一切法不觉不了，这就是迷惑。啊，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情。啊，现在你看科学家在这里探索。啊，哲学家还有的神学家。啊，用尽了心思在研究到底怎么回事情。古今中外，这些研究的报告很多。啊，但是，都不能够自圆其说。啊，这就知道啊，觉了真难了。啊，佛是怎么觉得？菩萨是怎么觉得？
历代这些祖师大德是怎么学的，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。没有别的，放下而已啊！啊，把二障放下，把三障放下。啊，怎么个放下呢？不要再放在心上了，你就真放下了。啊，事没障碍，事事无碍啊。理事无碍啊，啊，这个法界本来就是无障碍的，啊，这个地方讲的，特别是清凉大师啊，给我们提示，如智相离，那就是不妨碍。啊，如是什么呢？如是事实真相。智是什么呢？智就是觉，就是了。啊，如不是智，啊，不是觉，不是了。觉了不是事实真相，它两个是相离。所以说不可觉。如果我们要用智去觉这个如，去了这个如，这就错了，这就更不好懂了。我们不用智，我们怎么会明了？啊，佛法，佛的这个意思就有智，就有觉的意思。为什么又是不可以觉？这个道理就很深了。啊，要知道，如不可得，智也不可得，这才是真的。你要以为真有个如，真有个智，麻烦可就来了。啊，这什么麻烦呢？这就变成所知障跟烦恼障。啊，智跟觉是所知障，如就变成烦恼障，变成报障。这个意思很微细呀。所以清凉幕后这一句话重要啊，要不可得了，方是真修。那我们今天有得啊，得失的这个念头永远离不开，那你就永远不能入佛门。啊，经典上所用的功夫，世间人称之为佛学，没用处。你把三藏十二部背得滚瓜烂熟，
讲得头头是道，你还是六道众生，你还是出不了生死轮回。什么原因？你有所知障，你有烦恼障。那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呢？六道轮回是这二障造成的，这个你不能不知道啊。烦恼障是《华严经》里面讲的执着，所知障是《华严经》里面讲的分别。这我们就明白了。啊，这个宇宙，这些万事万物，没有一样是真。啊，怎么来的呢？自性变现的。自性为什么会变现呢？自性本来具足，法而如是。啊，所以慧能大师明心见性的时候，向忍和尚提出的报告五句话，第三句说出本自具足，这宇宙之间所有一切法它本自具足，我们好难懂啊。啊，本自具足你看不到啊，在某种因缘条件发生之后，哎，它能生万法。啊，这个理很深。我们用万花筒做比喻。啊，这种状态之下呢，这个万花筒呢就本自具足。你不能说它没有啊。什么叫缘成熟呢？缘，我们从这里去看，看它，里面显得像啊，那就能生万法。啊，你就不动地去转动它，啊，不动转动它，它不动在产生变化，千变万化，没有一个相同的。打开了一看，就是几片不同颜色的碎纸。能变无量无边，啊，永远变不尽，没有相同。哎，这小小的东西，能把这个道理啊，给我们显示出来。啊，我们要不要去研究呢？越研究越不明了。不研究，哦，就立刻就悟了，就这么，原来这么一回事情，这么简单。所以，觉了一切法了，再诸佛菩萨了，那就是本来就这么简单。啊，让天人去搞啊，哎呦，越搞越杂。啊，什么哲学、科学一大堆，越搞越复杂。都没有把真相搞清楚。这佛法真妙啊。啊，所以佛教我们只要把障碍放下
啊，特别是什么呢？三重障。为什么三重障不放下了，你不能入门呐、啊？啊，三重障，第一个是傲慢，第二个是嫉妒，第三个是贪欲。啊，叫三重障。啊，有这三种障，就不能入门。啊，即使毗卢遮那、卢舍那佛来给我们讲《华严经》，你要是有这三种障碍的话，你还是听不懂。啊，无论你怎么听，听上千遍万遍呢，你还是听不懂他的意思。这就是自己有障碍啊。啊，如果把障碍去掉了，哎，你就听懂了，你就能够觉了少分，不是多分。为什么呢？三重障去掉之后啊，还有轻的障碍啊。啊，这个轻的障碍啊，就是惑业苦啊，三障迷惑、造业、受苦啊。迷就是染污，你要晓得自性是清净的啊，迷了就有染污，就不清净啊。造业，无论你是造善业恶业都叫造业啊。你造善业，你所感得的果报在人间天上啊，人天福报啊。你造的不善业呢，你所感得的是地狱恶鬼畜生，叫三途啊。所以三途是你自己不善业变现出来啊，天上人间呢是你所造作善业变现出来的，本来都没有，再告诉你现在还是没有啊。可是你要是不觉，你不悟，你迷在这个境界里面，就好像做梦一样，你迷在这个梦境里面啊，好梦，你在那有乐受；恶梦呢，你在里面有苦受。哎，人生如梦啊，六道是一场梦啊。永嘉大师讲得很好啊，梦里明明有六趣，觉后空空无大千啊。所以六道众生呢，在做梦啊，这个要知道啊。那、啊、如果你觉了了，你就从梦中醒过来了啊。这一醒过来之后，六道就没有了啊。这个是，这叫真正的觉了啊。觉了呢，就是少分得少用。诸佛如是修啊，啊，一法不可得了。他对于这一切法，这一法是一切法啊，一切法里头皆不可得啊，不再执着了。你看，不再执着了，就是这个粗的惑业苦的三障啊，放下了啊。那么在佛法里面，它是
佛的正式的学生了，佛学生，因为他拿到学位了，这个学位的名称叫做阿罗汉。是佛门里面最低的一个学位。他所得到的呢叫正觉。他的觉了没错。六道没有了，他到哪去了？六道外头还有境界。这个境界也不是真的。还是在做梦。那六道是梦中之梦。他醒过来了。梦中之梦没有了，但是他还是一个梦境。这个梦境叫四圣法界。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分四个等级。四个等级觉了的深度不一样。怎么个不一样呢？他跟凡夫不一样。凡夫是见思烦恼具足，也就是惑业苦三障具足，所以现的境界是六道轮回。现在他把这个放下了，惑业苦放下了，这六道没有了，他还有。所知障没放下了，这个惑业苦叫烦恼啊，烦恼障放下了，没烦恼了，他还有所知，也就是他还有能觉，还有所觉，能觉跟所觉还是在迷，那个迷的程度浅深不相同，所以分四个等级。我们照一般的来讲，阿罗汉执着没有了，他还有执着的习气。习气虽然不碍事，他不会堕到六道，但是他不能再向上提升。所以在声闻法界里面，他必须要把六道里面的习气断尽，真正断尽，他提升。他就不叫阿罗汉了，他叫辟支佛了，或者叫圆觉，他升了一级了，那么在圆觉这个境界，这是四圣法界第二层，真的执着没有了，执着习气也没有了，他有分别，所以。他必须把分别放下，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分别了。为什么不分别？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你分别它干什么？你要知道啊，不分别那个心呢，比阿罗汉清净多了。不分别了。阿罗汉虽然没有执着，他有分别。
啊，执着的习气没有，但分别有，啊，所以得把分别断掉。分别是假的，是个错误的思维，啊，必须要把它舍掉。啊，舍掉之后，它就会提升到第三层了。第三层是菩萨，所以你要晓得，菩萨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啊，菩萨虽然没有分别，但是有分别的习气。啊，所以在第三层，他到菩萨境界了，他修什么？就是把分别的习气给断掉，他做这功夫。啊，这个功夫做成功了，分别习气也没有了，他就升到顶层了。第四层的佛，十法界里面的佛，啊，其实还是菩萨。他没见性，啊，他升到这一层的，就十法界里面的佛，就是分别执着跟分别执着的习气都断了。他出不了十法界，哎，就是这个梦他出不了，必须再更进一步，破一品无明。无明是什么呢？起心动念。哎，虽没有分别执着，他有起心动念。啊，有起心动念，诸位要记住，我们在前面所学的。望经还原观，这宇宙怎么来的？就起心动念来的。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这个宇宙啊，叫常寂光。啊，一片光明，没有物质，也没有精神。华严经称他做自性清净圆明体，这个是宇宙万物的本体。啊，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人自己的本来面目，所以叫究竟圆满佛。啊，一切众生。禅宗说的一句话说得很好，叫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。啊，这个自性清净圆明体就是我们每个人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的一体。啊，可是起心动念呢，它就变了。起心动念，它就起两种作用，叫起二用。啊，起心，宇宙出现了，啊，就是整个宇宙出现了，啊，就是什么呢？人生万法嘛。不起心不动念的时候，就是慧能大师讲的本自具足。啊，什么都没有，但是你不能说它没有。啊，真的什么都没有，可是一起心动念它就变现出来了。啊，宇宙就现前了。啊，这个宇宙不是我们现在看的，这个我们现在所看的宇宙是宇宙的一个角落，太小了。啊，这个地方给你讲的宇宙是无限大的。啊，是无量无边无数诸佛如来的国土。啊，不是一尊佛的教化区，也不是一个华藏世界，这不可思议。
啊，我们今天科学家对这个事完全不知道。啊，他对于佛在经上讲的一尊佛的教区，就是一个大千世界。今天我们的科学家没有发现。啊，真能成万法。可是动念呢？动念就是我出来了，起心宇宙出来了，动念呢？我就出来了，啊！我怎么出来的？自信、清净圆明体里头变现出来的，这是什么呢？精神。宇宙是物质，啊，物质的现象，精神的现象出来了，但是起心动念的时间非常短暂，可以说它同时出来。啊，那个速度多快啊！我们度了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的对话，就知道了。啊，佛问弥勒：“这个世间众生有念头啊，有念。”他这个念里面有几念，有几个行，有几个识啊？这个问题都是一般人问不出来的啊！我们动个念头，这个念头里头有多少念啊？有几个行，有几个识？弥勒菩萨大福，释迦牟尼佛说，他是一弹指啊，举手，弹指，这一弹指，这一弹指有多少个念头呢？这一弹指平常不叫一念吧？啊，佛就问这个了，这一念里有几个念？他说32亿8000念。啊，百千是个单位，就是10万。32亿乘10万，啊，这个数字我们乘出来，320兆，这一弹指，320兆个念头，念念成形，形就是物质现象，就是宇宙，啊，每一个念头都现这个整个宇宙。行皆有实，啊，行是物质现象，实是精神现象，啊，每一个行里头，通通有精神现象，行皆有实。现在我们科学讲这个最小的单位是讲秒啊，啊，佛法里面讲弹指啊。那我们弹得快，一秒钟弹几次？啊，我们这样弹法，一秒钟可以弹4次。320兆，再乘上四，1280兆分之1秒，它的速度是那么快。这是什么？这跟你讲是宇宙之间的真相了。啊，无论是物质现象，是精神现象，它存在的时间只有，啊，1280兆分之1秒，它只有存在这么长。那这个念头，这个行消失的时候，它第二个也起来了，它念念成形吗？你的念头不断吗？所以他这个行也就不断嘛，啊，这个东西像我们说，啊，有一个很相似的比喻，
我们看电影，你看电影的底片，放映机里面的底片，啊，你把电影机打动，是这个机器打开，啊，那个袋子在里面转动，那就是什么？那就是念。啊，转动的就是念。啊，你看念里面每一个念，就是一张幻灯片。啊，这一张幻，这个念头的是这个时间多长呢？24分之1秒。啊，1秒钟24张嘛。啊，现在弥勒菩萨给我们讲的是1秒钟多少张呢？1秒钟有1280兆张。你看那个速度多快，这说的真相啊！啊，幻灯片打在荧幕上，啊，是24分之1秒。啊，我们眼睛还没有来得及看的时候，它又换了一张。啊，所以我们在荧幕上看的是什么东西呢？看的是相续相啊，这个幻灯片一张一张的相续相啊，啊，其实这个一张上面一张给下面一张，就像此地所说的如之相离呀，它前面一张不是后头一张。后头一张也不是第三张啊，张张不一样啊，啊，没有一张是相同的。所以我们在电影荧幕上所看的是一种相似相续相啊，不是真的相续，真的相续则像张张相一样的啊，它是相似相续相啊。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回过头再想想我们现实的这个宇宙啊，人生就是1280兆分之1秒的相似相续相。这真相啊！啊，所以在这个现象里面，一法不可得。你真正能彻底放下了，宇宙真相你就彻底明白了。为什么呢？障碍没有了，所以你得要不起心不动念。回归自信，啊，到不起心不动念的时候，这是佛，设法界里面佛他修的啊，他就是修不起心不动念的，修成功之后，设法界不见了，没有了，所以设法界也是个梦，啊，醒了之后是什么境界呢？佛法里面常讲的。十报庄严土啊，诸佛如来啊，是真实啊，真实的报土啊，那不是虚妄的啊，也就是说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啊。那是什么样子呢？华严经上所说的就是这个样子。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世间就是这个样子，你不迷，跟华藏跟极乐没有两样。那是这个世界乱七八糟，天天在变的时候，有这么多苦难。那个观就像你看电影一样，
啊，你就不是电影里头的演员了，你跳出来了，你看到这个世界了。啊，你要是迷的在里面时，你跑到里头当演员去了。当演员说，他有苦你得受苦，他有乐你得受乐。啊，所以苦乐忧喜舍，你都感受得到啊。跳出来之后没有了。啊，苦乐忧喜舍没有了。啊，那个时候是什么受呢？叫正受。正受就是三昧。正受就是如如不动。清清楚楚，明明了了，那叫觉了，那是智慧，叫智照。啊，智慧啊，照见。啊，照见什么呢？五蕴皆空啊！你彻底了解了，这些假的不是真的啊。那电影哪是真的呢？啊，不是真的。那电影是不是人拍的？合拍的？那现在这个电影是什么？这电影是业力变现的，是众生业力变现的，业力也是假的，也不是真的。啊，所以比那个电影还要假。啊，电影还有真正有写剧本的，有导演，有那么多演员去拍摄的，这个不是的，这个没有那么多演员，就跟万花筒一样转，它自自然然变现的。啊，所以发而如是，你在里头怎么会起心动念？哪有这种道理？啊，所以我们把这些事情搞清楚、搞明白之后，这才真的放下了。放下，就是此地讲的诸佛如是修。啊，彻底放下呢，一发不可得。有没有佛法？佛法也没有。佛在《金刚经》上说的：“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”他说的那个法就是佛法。哎，释迦牟尼佛49年给你所说的一切法，你可别执着，你可别分别。你要一执着一分别，错了，完全错了。啊，所以佛法也不可得。哎，一切法都不可得，你才真的大自在呀！哎，你真的成佛了，不再设法界了。啊，设法界变成一真法界了。那我们要问了，前面所说的，执着有习气，必知佛。分别有习气，菩萨断了。起心动念叫无始无明，这名字用得好啊。有没有习气呢？有。所以《华严经》初住菩萨起心动念放下了，与一切法了，真的不起心不动念了。但是他还有习气，所以还有十报庄严土。如果习气都断了呢，都没有了呢，十报庄严土也没有了，那变成什么样子？长极光土现象啊，长极光
佛在经上给我们形容的有一句话叫大光明藏，那就禅修，那就是自信清净圆明体现前了。啊，好像一滴水呀，回归到大海了，回归到自信了，啊，痕迹都没有了。啊，可是这个起心动念的习气很难断，然后你再晓得。为什么我们的妄念妄想那么多？你要知道，所有一切妄想都是一个一个接着的，啊，也是上面一个妄想跟下面不一样的，不相同的，啊，你自己以为是相同，所以相似相续相，啊，你才晓得这个东西难断。啊，所以《十报庄严图》里面，从习气、后波现象不同，佛把它分成42个等级。啊，这42个名词就叫十住、十行。十回向、十地，这40个，在后面是等觉、妙觉，啊，妙觉就圆满了，啊，就回归到极光净土了。42个位次啊，这么来的呀，啊，没有别的，就是放下，啊，放的越多，位次就越高。诸佛菩萨示现在十法界，示现在六道，示现在人间，都是以教师的身份，叫教化众生啊！啊，他参不参与呢？不参与。啊，你看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的示现，你不就清楚了吗？啊，别人尊称他老人家，称他做本师。啊，本师就是根本的老师。啊，本师后来一般称和尚，和尚是印度话，意思就是本师。啊，照这个梵文意思来翻的时候，叫亲教师。啊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。指导的老师啊，我的这个佛法是跟他学的，他亲自指导我的，这个人叫我的和尚，不同于其他的法师啊，法师他没有亲自教给我啊，像现在学校里啊，学校班级很多，老师很多，是我们学校的老师没教给我的课，教给我课的是我的亲教师，没有教给我的课的，我们就称他做老师。啊，教我课的呢，我称他为亲教师，所以亲教师比老师更亲切了。啊，我们中国人讲
授业弟子啊，这对清教师啊，所以佛是佛菩萨应化的时间思道啊，啊，那么建立道场，管理道场，参不参与呢？不参与。释迦牟尼佛一生没见道场，啊，有人提供。场所给他用呢，他老人家很活泼，他也不拒绝，啊，他对他也很赞叹，啊，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，他是借用，啊，释迦牟尼佛有使用权，没有所有权。所有权呢，归物主。啊，像你们看到的竹林精舍，奇树皆孤独园。啊，它是有主之物的，佛是借用。啊，在这边教学，教了几年，他走了，别的地方去了，完全还给业主。啊，你看他最后，他人家过世，过世在野外，在树林里面，不是在房子里头。这个样子做得很彻底啊，很圆满啊。啊，实现什么呢？世现一法不可得，世现的是万缘放下，世现的是大自在，世现的是大圆满，这个意思深呐、啊！啊，所以从他出生到他圆寂。一生当中，点点滴滴，无疑不是大圆满。啊，念念圆满。啊，说话呢，字字圆满。这讲经说字字圆满。啊，日常生活呢，行行圆满。他怎么个圆满法？就是一法不可得，就圆满。啊，有一法可得了，与事实真相就相违背了，那就不圆满了。啊，他在行住坐卧，从出生到圆寂，你看，他通通跟这个一法不可得完全相应，这叫圆满了。啊，为什么一法不可得？你就想到弥勒菩萨告诉你啊，我们现在用现在人的说法，一秒钟有1280兆的生命，就念头啊，念念成形，形皆有实，你怎么能得到？啊，这个东西就像我们放电影一样，这里一个大部一部大机器在这边放，你所看的是立体的这个画面。啊，速度之快，一秒钟已经放这个1280兆这样的片子了。哪一张片子你能得到？
啊，世间迷惑人，以为是真的，在这个里头有得有失，苦不堪言呐、在造业受报。你看，把一真法界，把这个自信清净圆明体，常寂光的境界，变成六道，变成三途。这太离谱了！如果一觉呢？一觉六道三途，原来就是常寂光。跟常寂光，跟十八庄严图无二无别。常寂光在哪里？就在面前呢，从来没间断过。十八图也在面前呢，真的。只怪你自己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太重了所以变成这个样子。变成这个样子不是别人变的，不是佛变来给你受的，也不是上帝变来给你受的，也不是阎罗王变来给你受的，与别人毫不相关。给诸说，与佛菩萨不相干，与上帝不相干，与神不相干，与阎罗王不相干，与任何一个人都不相干。告诉你老实话，是中国古人常讲的“自作自受”。所以佛在经典上常常说了。这一切众生为可怜悯者，真可怜了那么这里头有一句话非常重要，即无一照，故名了此。这前面不是说不可觉吗？是不可觉。你有可觉的那个念头，你就没办法觉，你就不觉了，就迷了。要怎么样呢？连那个觉的念头都没有，就即。即是极尽，极就是三昧心地清净，清净到里头一念不生，就不起心不动念了嘛。至少要怎么样呢？至少要没有分别执着，这是菩萨。你得受用你有分别执着的时候，你是凡夫你不了解事实真相要了解事实真相的时候，你就不能不把这个分别执着放下你就心就清净。实在讲呢，于事处世间一切法不执着了，三昧就现前了，即就有了，但是功夫不深，这是阿罗汉的九次地定，六道里面的人不能跟他比，六道里头非想非非想处天人，他入的定是第八定。是出不了六道，阿罗汉的定是第九定，比他更深一层，超越六道轮回。是九次地定，他照见了，
所以我们晓得九次地定呢才出三界，才出六道轮回。在定中，这个定的境界里面，定的境界里面，佛的无眼逐渐逐渐的恢复了。金刚经上说，凡夫有肉眼，天人有天眼，阿罗汉有慧眼，菩萨有法眼，到佛则有佛眼，后面能包括前面，前面不能包括后面，所以说无眼圆明。在华严经上，初住以上的菩萨都得到了，都是无眼圆明。要知道，初住以上他们是住，诸佛如来十报庄严土，他不在十法界，他已经超越十法界了，这个要知道。我们在这一生当中，实在讲呢，太难得了，太稀有了，得人生闻佛法，而且呢，还能闻到真正的佛法，能闻到华严，能闻到净土，这可以说是稀有难逢啊！你怎么有这么好运呢？为什么你能够有这么好的缘？那就说明你这一生当中就很可能进入佛所讲的十宝庄严土，这太稀有了。你能把这些事实真相搞得这么清楚，这么明白，搞不清楚，搞不明白，不肯放下了。搞清楚，搞明白，晓得一切法不可得吗？他怎么会不放下呢？他不放下，害自己，不是害别人，与别人毫不相关。害自己。想帮助别人呢，也没有这个能力，也没有这个智慧。为什么呢？自己没有觉了，自己真觉了啊，你才有能力帮人。帮助别人不是别的，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，做出榜样来给人看嘛。这个榜样是样样放得下吧。样样不执着啊。念念大圆满，一发不可得。这叫真修，真修是什么？真回头了。修行，行是行为，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是心的行为。我们讲意业、言语、口业的行为，
身体一切造作叫身业行为，身与意有错误了，把它错误修正过来叫做修行。所以佛法在修行过程当中讲的，先要讲求悟，然后才能修行。如果你不觉悟，你不知道自己毛病在哪里，你怎么修正法？一定要先把自己毛病找到，然后再把它修正过来，这叫修行。知道自己的毛病叫觉悟，也叫开悟。悟后即修，把毛病改过来。永远不再有同样的毛病了，这叫真修。所以只要心清净，清净心起作用就是觉了。大乘教里面常常用照见，般若心经诸位常常念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那就是一法不可得。这懂得了。五蕴里面色是物质，就是弥勒菩萨讲的行，念念成行。受想行识，那就是识，精神现象。照见无蕴皆空，宇宙之间所有一切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都不可得。有没有呢？不能说它没有，也不能说它真有。这个事情怎么个讲法？就像我们现在看电影，电影荧幕里的那个像，那种色相音声，你说它是有还是没有？你不能说它没有，它摆在你面前，你也不能说它有，为什么呢？它真的是了不可得，当体即空。我们今天在一起学习，诸位同学，你看你们在这个电视屏幕的前面，电脑屏幕的前面，你们看看屏幕上的这些影像，你就明白了。你就知道怎么回事情了。有没有影像？有。虽有，它不是真的。你电源一切断的时候，它就没有了。所以佛法讲有，有叫妙有。什么叫妙有呢？非有而有，有而非有，这叫妙有啊。那么这屏幕呢？屏幕叫真空。为什么叫真空呢？真空不空，能现妙有，虽现妙有，妙有不住。
我们要知道这个事实真相，于一切法呢，自然不执着了，更深一层呢，也不分别了。到这个境界，我们念佛往生净土，生到哪里？生十报庄严土，那品位高啊！到达西方极乐世界，就跟华严经初住菩萨以上这个品位呀、就相等。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一桩事情。我们搞世间这些事，那就错了啊，大错特错啊！有人说我做了不少，好像这个关于世间事情，你们细心观察，我做了没有？做了，做而无足，无足而足。我没有把一桩事情放在心上，我也没有把一桩事情当作真实。那为什么要做呢？语言这个语言是个善语言是能帮助这个世间化解冲突、恢复安定和平呢，有这么一个缘。遇到缘去做不碍事啊。所以学着佛的时候，坐而无坐，无坐而坐。不但做完之后啊，你心地清净一尘不染，正在做的时候还是一尘不染。你说多自在。一尘不染就是提升自己，在境界里去磨练，去历练，看看自己有没有起心动念，有没有分别执着。不在事上练呢，那不是真功夫啊。华严经到末后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那就是教给我们叫立事练心。五十三位善知识，他们来代表这个世间不同的行业。有出家，有在家，出家的五个人，在家的多啊。各行各业，男女老少，你通通去接触。你在这个练什么呢？就是练一发不可得。不是叫你不接触啊，不接触你一辈子你不能成就啊。所以我们难得有这么个缘分。这个缘分想想呢，这老师教的嘛。我初学佛的时候，张家大师告诉我，他说你的一生都是佛菩萨替你安排的，你自己什么都不要操心。我这一生真的就相信这句话，我对老师一点怀疑都没有。一生的机遇是佛安排的，安排什么？你要在这个境界里头去锻炼，练到什么呢？要练到至少练到不执着、不分别，算是及格。到不起心、不动念，那你超越了。那功夫就太高了。那什么？那大乘教里面讲明心见性了。那超越十法界了。
至少的时候啊，要不分别不执着，在设法界，设法界里的高层啊，佛菩萨这个层次不在声闻缘觉啊，这算我们这一生呢没有白来，没有白过啊，所以什么境界你都要受得了，你说我受不了了，不及格，还要磨练啊，到完全受得了时候说，差不多你毕业了，你毕业的时候那个折磨你的人家会走了，他不走的时候他就不折磨你了，为什么？你已经毕业了啊，就像炼钢一样，你已经炼成了啊，不再这个锤着盯着你锤着你的，不在了，你成就了。然后你才真正豁然大悟，哎呀，诸佛菩萨在哪里 啊放眼看去没有一个不是诸佛菩萨，为什么呢？他成就我啊，他自己迷惑颠倒，他堕落，但是他成就我了，你看看自他有没有关系啊？没关系啊，所以一个真正修行人，诸佛是真正修行人，对一切众生呢永远感恩呐。他为什么成佛的？一切众生把他磨练成佛的啊，不经过这个磨练，哪里晓得功夫是真还是假呢？啊，通过磨练才晓得功夫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这叫真修啊，真修，这世间每个人都是佛菩萨，都是老师，都是恩人啊，善意对我是的，恶意对我也是的，善意对我看看我还有没有贪念，恶意对我看看我还有没有嗔恚，不都在这磨练里吗？啊，要钱的钱给他，为什么？假的。要命的命给他，为什么呢？也是假的。哪来的命啊？我们这个命刹那生灭啊，你看念念成形啊，形见有时啊，是刹那生灭的，不是说哎呦几十活了几十年就死了，不是的啊。啊，你一秒钟里面已经有1280兆的生命了。这个事实真相一定要懂。啊，所以念念不可得。啊，哪有身，没有身相。进入这个境界，你想想看，这个世界还会有染净吗？没有了。有真假吗？没有了。有邪正吗？没有了。有善恶吗？没有了。通通没有了。啊，虽然什么都没有，但是只要众生有业力，肯定他的业力在变，啊，变诸天28层天，啊，变人间，变畜生，变恶鬼，变地狱，那你在看戏吗？这个确实是用现在人的话说，这是宇宙间的绝大的秘密啊。
啊，佛在《华严经》上给我们揭秘，给透露出来。啊，完全明了之后呢，让你回归到清净，啊，回归到自性清净圆明体。啊，你对于整个宇宙啊，一切万事万物啊，生感恩的心了。这首偈啊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我们再看下面第八首。至以疑故众，至以众故疑，诸法无所依，但从后何起？底下一首也念下去好了。无能作所作，唯从业相生，云何至如是？一词无有故。这两首偈，清凉大师在课题上说，辗转时辰，初记啊，第一首解释无业之意，上半前面两句相对而有，通通一体，下半呢原生故空，这一朵相近矣。我们来学这一首，这个知疑疑故众，知疑众故疑，这就是相对而有。通通，通的来说，它是一体，就是同一个清净圆明体。意是从相上讲，啊，意就从众上来讲，啊，从相上讲呢。每一个相有它的字体啊，是不一样的啊。像我们从人来说，我们这么多人坐在一起，每一个人自己有个身体啊，这是从各个不同众生来看。如果从发性上讲呢，那就完全相同。所以这就是知一业故众，这个事情也是很难懂。好在我们前面学过妄境还原论、还原观，哦，那这样一讲一解释呢，就很容易懂了。啊，一是什么呢？一体。啊，你看《妄境还原观》六大段，第一段显一体，啊，第二段呢起二用，这个起二用啊就是众，前面第一个显一体，一体是本自具足，
行而用呢，是能生万法。啊，这是六祖能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为我们说的。第一是清净的，这两个字很重要。诸佛如来见性的时候都说，啊，自性是什么样子？自性是清净的，啊，圆是圆满，明是光明，明也代表智慧，啊，那么圆呢？这里面就有德相，就像世尊在华严经上所说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啊，智慧就是明，德相就是圆，啊，自体本身是清净的，叫清净圆明体，啊，这个东西没有生灭，是永恒的，啊，是宇宙万有的本体。啊，为什么它会起现象？啊，它确实，它具足这种能量，它能现象。现象呢，总得有个原因。啊，这个原因呢，就是起心动念。啊，所以起心动念呢，叫无明。啊，几时起心动念呢？佛说了，无时。无时什么意思？没有开始啊，不是说无始，哎呀，这个太久太久了，找不到源头了，才跟你说个无始。你要这样去体会了，你完全把如来的意思错会了。不是，他没有开始，就是现在，啊，就是当下这一念。如果你的一念觉，啊，你不再起这个起心动念了，马上就成佛。如果说过去好远好远好远，说那你永远成不了佛，你到什么时候才把它搞清楚啊？无始，啊，既然无始，它也无终，有始有终。那就真的好像有东西，无时无动假的，根本没有啊，这才是讲真话了，你要会懂才行啊。啊，这个生命有没有开始？没有开始。有没有结束？没有结束。你想想看，1280兆分之1秒，你去找开始，找结束，你能不能找到？那时间那么短，啊，一秒钟的1280兆分之1，啊，如果再把它分成4个等分，为什么呢？尘住坏空嘛，这生老病死嘛，再分个等分的时候，那多少了？你们自己算算看，1280兆再乘4，你到哪里去找时钟啊？所以弥勒菩萨讲啊，这个现象太微细了，没有办法
执着，没有办法有得，得不到。它太快了，比光的速度还快。啊，念念成形，形皆有实。所以跟你讲，没有开始。啊，宇宙没有开始，宇宙也没有结束。现在人还在探讨宇宙什么时候开始的。啊，几百亿年之前，这都是，啊，怎么搞他都搞不通。啊，为什么原因呢？他用错了心，用错心，他就是用思维想象，用第六意识。佛告诉我们，第六意识的这个作用范围是很有限的，言语的范围很有限，啊，有些意思说不出来的，所以你要懂得弦外之音。啊，思维也是有一定限量。那就是阿赖耶识之内，你可以能想象得到；阿赖耶识以外，你想不到。啊，所以佛说，到什么境界，你才豁然大悟呢？叫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。啊，言语道断是言语说不出来了。啊。言语进了头了，啊，思维也进了头了，啊，心行就是思维。你到没有言语、没有思维的时候，豁然大悟，啊，原来就在眼前。啊，所以跟佛法接触，那你要懂得，即言说，立言说。即思维，立思维，你才能成就啊！你要执着你的言说，要执着你的思维，完了，永远不能开悟啊！啊，这是佛法的难处。如果一下明白了，你就晓得佛法太容易了，啊，难易不二。你不懂这个诀窍就难了，比登天还难了，懂的时候太容易了。啊，宇宙之间没有奥秘，啊，就在你放下，啊，那我们今天放不下的就是把现实这个假象当真，坚固之处，不舍分别，那就没法子了。啊，所以佛是千经万论，成说差说，只有一个目标，帮助我们觉悟，帮助我们回头。那我们真正觉悟回头了，那叫报佛恩。那在佛呢，佛就遇到知音了。啊，佛的意思你真懂了。其实佛有没有意思？佛没有意思。佛没有意思，你也没有意思，你们两个就通了。就真懂了。啊，所以佛经有没有意思？没意思。没有意思，能说无量意，有意思就不能说第二个意思。啊，无量意都是方便说。
都是叫你回归到无，没有意思啊，那才叫大圆满啊，那真就回来了。所以这个地方一啊是体啊，一体众就能生万法，能生万法，万法的体是一啊，就是自性清净圆明体。而用刚才讲宇宙我啊，不是指别人，别人跟我不相干，所以佛家讲依报正报，要知道正报是谁，我是正报，我之外都是依报啊，我依报里面，依报是我生活环境，生活环境有人事环境，有物质环境啊，他对我来讲还真，我是正报，他是我的依报。那对他来讲呢，他是正报，我是他的依报，这个要搞清楚，叫依正庄严啊，体决定是一个，这两种现象就是我的现象，跟我整个生活环境的现象。佛说，它有三个，这个特色啊，那就是三种周边。啊，这个也是自然自性的本有的，这不是哪个发明的，不是哪个创造的啊。第一个呢是普周法界啊，你千万不要以为我们的精神，我们起心动念，念头才一动，这个波已经周边法界了啊，绝不是光跟电磁能够相比的啊，光跟电磁一秒钟30万公里太慢了，我们这不要一秒啊，这一动念呢就周边法界啊，这个是什么呢，这是我们心理上的薄，心薄。那再跟你讲，物质也有薄，物质也是波动现象成就的啊，念就是波动嘛，念就成形嘛，就变成物质嘛。啊，但是念的这个物质的波动现象是也周边法界。然后我们才晓得，所谓是光波、电磁波，都是一种物质现象，它是一种物质。啊，它本身那个波动的时候，它是周边法界。啊，这是第一个它的特质啊。第二个呢，出生无尽，那就是变化没有止境的啊，那就我们用万花筒来做比喻啊，这么的出生无尽，我们把我们身体比成万花筒啊，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造作啊，我们的业力就像万花筒一样，你怎么转它怎么变，出生无尽。这个世俗人讲神通广大啊，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是没有障碍了，把障碍去掉了，放下掉了，我们真自在呀，这一个身呢，可以能够在变法界、虚空界现身。啊，现多少身？无量无边身，还现各种不同身，像观世音菩萨32应一样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。啊，有没有去呢？没有去来。
啊，随着众生的心念，啊，自然在他面前就现身，没来去。第三个是讲心量，这个太重要了。含容空有，含是包含，就是包虚空，包万法。你心量本来是这么大的，啊，我们常常赞佛啊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。心包太虚，就是含虚；量周恒沙世界，就是容有包容的这个有。这是我们自己本来的心量。现在为什么心量变得这么小？啊，喜欢我的人，我喜欢的人，我包容他；我不喜欢的人，我就排斥他。不，这糟糕啊！这怎么能入佛门呢？啊，就这个就是属于三重障。啊，傲慢，自己并不晓得。啊，嫉妒、欲望、贪欲。那么这些经，说老实话，我讲得很透彻。啊，我讲的时候，我确确实实可以肯定，我比我老师讲得透彻。我当年跟李老师，听李老师讲《华严经》，我不会开悟啊。如果李老师像我这样讲的话，我会开悟，我早就弃儒了。啊，所以一定要脱开心量。那什么，我自己本来心量是跟诸佛如来一样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啊。啊，知道什么？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，这个关系要认清楚啊，无二无别啊，是我自性变现的。啊，离开自性，无有一法可得，一法不可得。这才讲了两句，时间到了，啊，这个，下面的呢，我们明天接着再讲啊，明天还是从这首偈开始啊，从第八首。